珠子的一半，嗯，还得多。来吧，是不是有多少人在等这一条？这个关注度还是很高的。对，你看，就是简单大方的设计啊。呀呀呀呀啊！小龙哥，小龙哥，喜欢吗？闪开！一株一世界是这样的啊，这个一花一世界，一株一世界，就是说，一粒红土，我们知道红土有多难得，对吧？我们知道红土珠子有多难得，这是当年真的是，为就是，不说是谁啦，定制的一串算盘子的红土，然后剩下来的两粒，好像是沉水的。沉水，当时因为那一批都是沉水的，但是吧，我在编前忘了试了，但是编这个打这个金刚结呀，实在是有点费劲，所以就没打啊。然后重要的是，这个首先这两粒珠子啊，就很大的直径，可以看一下。当时这种大珠子一条手串是300万，14粒，对吧？嗯，你说这个吧，对，沉水的，嗯，对，你像这一粒的价值就是沉水的，我指的是啊，就是十几万，小二十万。红土这个规格啊，嗯，这个规格大家自己看，这个的确是红土的身份证在这里留了一点点啊，就像紫玉留皮一样留了一点点，这儿留了一点点，其实你就想能切这么大的是真的不易。另外这个呢，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，之前刚子的乌金啊，这种椰蒂镶的22K金纯手工作的珠子，当时这一个手串也几万块钱，一个手串，一个小手串，所以当时我有108，现在也拆了做配饰了，也挺不舍得的，可是也是为了一个效果。这个呢是平安，是这个宝瓶啊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我们拍过一些这个宝瓶的奇楠，宝瓶国产的奇楠哦。你看，就是这，就是用它，没有做任何的太多的设计，用它拉伸，然后来取你要戴多大多小，所以很简单。这个宝瓶真的是眼儿也很，孔也很大，老的啊，嗯，就是老的自然包浆，所以这个真的是。我自认为觉得这个还设计的很，自己很满意。就这一粒珠子现在都不止这个价格。对，我跟您说吧，这两粒小的也得10000一克，就是这一颗我指的是。对，当时是54粒200万，嗯，其实这108的你记得吧？108，54，先切，他们俩每人都是54。对呀，啊，所以200啊，254啊，对，那不就是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很稀有珍贵，特别是这一粒，当然它就是虽然是九分沉啊，但是也是很难得的。沉水就是小20万，对，十几万，十大几万，十大几万很正常，嗯，真的，大家这样的珠子不要错过啊，千万不要错过，嗯。这个就是搭配起来挺漂亮的，而且极具个性。不要压秒，这个随便出，现在一秒了，哇，这，对，这现在还很低。那两粒黑的珠子也不值这点钱的。哎呀，这落了2689。恭喜您收到，肯定会开心的。这新年礼物绝对是开心的，哦，啊，还真被小龙哥拍走了，是吗？嗯，那就好，反正。这，反正价格是不说了，嗯，大家心里都懂，这还是个奇楠的瓶，是小龙哥呀，奇楠的宝瓶，好，太棒了，这价格，两粒的，这价格特合适啊，哦，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合适，嗯，特别合适，留着吧，嗯。小龙哥主要是他收料的，那个珠子也感兴趣了，这个的确是。你想做那么一粒大珠子得需要多少料啊？嗯，刚才那一块红土的黄土的料是做不了那么一粒珠子的呀。来，这个大树心，我们的圣经之源，香港的唐杰沉水树心的黑奇楠，我自己带，好，
这个什么学都自己带。什么都自己带，都可以跟姐姐谁带都行。这个几克呀？3.31克。